在炉边找张椅子坐吧。玩炉石战记，大可杀马斯。诺斯所向无敌，他不会手下留情的。他不会手下留情的。不会手下留情。不会手下留情。好啦，买了这个。这个鬼玩玩看，玩看。古尔丹对上文艺使者诺斯，诺斯又有灵魂可以收藏了。你的灵魂属于我。你的灵魂属于我。你好啊，完工了。死吧，入侵者！靠北啊！每当有敌人死亡，召唤一个意义骷髅，干真猛哎！细甲手谁？来玩。奈优之软，放上我的懒蛋。哇，他是怎样都没有哎、欸！我再放一颗懒蛋，再加上2点攻击。来这里单挑，吃虫。法师秘密，刚刚放了一个法师秘密。先探探他的状况。那来放个，干抽个牌好。哦，有阿曼尼，来放个阿曼尼。好，完工了。靠北，他秘密三小，真恐怖哎！好想知道他的秘密是什么。在死亡中加入我，加入我。我的怒火、啊、起来吧，我的战士们，起来，战士们，再为主人尽忠一次。玩得不错，死吧，入侵者。啊，斜靠背啊，玩得不错。我们必须净化太阳井。换出了，完工了。杀杀杀！杀杀杀！刚被攻击了。向前推进。
啊！哇，他那个是自动的，死一个就交一只哦。加个盾。准备好没？准备好没？有人叫医生吗？有人叫医生吗？好，就这样。杀杀杀杀杀杀 ！Hello， Hello， 懒蛋召唤者，他会招懒蛋，哇，一直招哎，招王哦，嗯，交俾我啦，交俾我啦。我操！全部人死光光！哇，超会招哎！为了那礼物，在死亡中加入啊！加入啊！看他秘密越来越多哎，秘密。二，严厉的士官，死影缠绕。我饿了。为了那一步，哎，三桥，反制他，干，被反制了，这贱人，像你这种贱人。痛苦跟我对话，让痛苦跟我对话。回避不能。哎呦哎呦 ，Let really hurt。白世聪，圣光会护你。放两张该手下的卡片袋，哇，复制哎，真猛。然后再烧，他再抽两张牌，他是一瞬之间超爆干抽牌王。压倒性的力量！哎，一堆石尸鬼！加入或死亡，或死亡后加入。哇，麻烦了这个。加入或死亡后加入。嗯，我想来这里单挑驱虫，这里单挑驱虫，超级烧手牌，手上里都是牌，哎呀，邪法师爆了，哎呀，食肉鬼给爆了，哎呀，又爆了。抱歉。你就啊，冲上！剑无虚发。超爆干，没有牌。有点危险。剑无虚发。哎，你再爆一张，超级让他手牌全部消光，哎，超可怜。我学任何人。啊，干我的黑子！不要死啦，干！啊！再挑战一次，用我的战士顶你，战士没什么牌，用我的牧师顶你，操，重打，顺便来转个主。安度因对上，玩的使者，玩的真烂，又有灵魂可以收藏了，圣光会带来胜利。
诺斯。圣光会带来胜利。哎呀，我刚刚掉一滴。圣光会忽悠我。来！喂！那这两个都是同一个配乐。沉默一个手下，然后迷查，还蛮讨厌的，不稳定的食尸鬼，其实还蛮强。加尔生命值抽张牌。沉默用在他身上好浪费。猴王破绝来，我会阴阳战术。起来吧我的战士们，起来，起来吧我的战士们，起来，我会阴阳战斗。起来，你怎么还在睡？起来，干嘛刚顶我？哎，懒蛋来了，上一颗懒蛋。我会英勇战斗。把死者带出来吧，把死者带出来吧。干，没人要打我的懒蛋。大懒蛋，而且我怎么都是这种牌啊？有人叫医生吗？快来打我的懒蛋！打我的懒蛋！杀杀杀杀杀杀！怎么不来打我的懒蛋？斩金镇部主，奇怪为什么我这个角色？哎，我觉得我卡手牌哎。准备行动。超难。来。圣光之子。觉得我超级卡手牌。法师秘密。我要被顶满脸了！哇，我的懒蛋完全没有要屌哎、欸，超难过的。我要先，而且我还没有攻击牌，我现在才注意到。有人叫医生吗？这么惨！起来！被射满脸，眼力的试一关啊！啊，终于来了！来这里单挑，驱虫！复制！活着，活着！好，可喜可乐。终于妈来了一张，我会让他们知道，让他们都知道，让痛苦跟我对话，让他们都知道，让痛苦跟我对话。从你排队取出的秘密放到手牌，干，就是要顶我哎、欸，八人，试试。来这里单挑，驱虫，这里单挑。他有那么多秘密，秘密王吗？
死亡中加入。加好多攻击力。思想窃取，马上妈的先来偷牌，干又被反制，几把？先来，先，哇，这个也没办法。哎，死亡中加入。我撑不住啦！食物。好了，加入或死亡，或死亡后加入死亡中加入死亡加入加入入我死亡，应该是没东西了，都来不及了。按严肃痛，你打败我了，你打败我了。好像也没有说很猛，却打了。我只好用个法师啦，法师在线。真的，对上唯一使者诺斯，又有灵魂可以收藏了。哎。这是你自找的，这起手勉强可以接受。哎，主要大家秘密还没出来之前，把法术用用，更不要反制，很讨厌。我有一天会跟你一样。我们渴望复仇，渴望复仇。复仇！我吗？食肉食尸鬼，二话不说。我吗？完工了。让痛苦跟我对话。我有一天会跟你一样。我吗？杀杀杀！啊杀杀！哎。来放你。哇，突然觉得妈玩法师跟神一样哎，已经10-30啊！起来吧，我的战士们，起来，再为主人尽忠一次。二人兵剑，哇，真讨厌。这个很讨厌，很多东西都是二。二兵剑，我吗？摧毁你对手的武器，骷髅铁将两只。赢了，死者妈就这么一瞬间直接赢了，太简单了。
神了。看来他有点恍神了。耶，嫩，下一只。海根说，他答应，如果你不出牌，他就不会杀你。他就不会杀你。真的，对上不解者海根。我以为他补一枚。你以为在这里很安全吗？你以为在这里很安全吗？不回者海根。巫师的学徒，死亡战旗啊！一二三，你真讨厌！法力龙门，我直接被他顶死。我有一天会跟你呀！我有一天会跟你呀！笨蛋！啊！操！原来他的技能是这个，爆发对敌方最左边的水下造成两点伤害。哇！麻烦。我会摧毁你的心灵。东方啊，心灵末日风暴，恶魔火焰，变三五嘞！啊，突然之间就有一只三五烫，糟糕！没有烫的，烫的在这里。会享受观赏你的死亡，摧毁一颗你的法力水晶。喵喵！哇，这只好难打哦，这一只技能有过猛哎，而且其实我有点卡，手牌卡卡的，我的手牌卡卡的。他顶狗耶！幻虚，哇！一字，烈焰风暴，成功了！哇，他召唤出了一只什么？恐怖的炼狱火，666，干掉死了！哎。死啦！666，这个没办法啦，我也没有烫的，丢出去就来不及了。这场，敲爆杠卡手牌，我难过。配个牧师的牌好。刚拿到石像鬼，可以拿来利用。石像鬼，石像鬼，石像鬼，真恐狼啊！也出痛，竞争不足。想要搞个石像鬼来用，要把什么换掉比较好？竞争不足。银白侍从换掉好了，银白侍从在这边我没。Hello， 石像鬼在哪里？为什么会有远古看守者？来踹踹看，干！打的不怎么样。安度因。对上不解者海。
来根，不接着，还圣光会带来胜利。哇，这起手还不错哎，就治疗之环用出比较怪而已，就是其实还不错。冰狗受咗伤啊！冰狗受咗伤啊！跳舞吧，笨蛋！哦耶，跳舞！哇，人真好哎，直接帮我。即刻搞定！即刻搞定！哇，我等一下只要把我懒蛋放在左边，我懒蛋就直接破啦！我干臭冲锋！我干！啊！快点炸我懒蛋！操，好像没有炸我懒蛋。呀！啤酒啊，冲杀！啊死！这边该怎么做？来这里单挑，驱虫！我来自虚无，我来自虚无。准备行动。神圣星星，承受我的怒火。我会摧毁你的心灵，摧毁你的心灵。我会享受观赏你的死亡，我会享受观赏你的死亡。血之小鬼，马德，我到现在干不掉死亡战旗，意思我。两点伤害，差三点。准备行动，人叫医生吗？末日灾厄，对你的儿子造成两点伤害，让他随机召唤恶魔，干还召唤出这个、哦？啊，我的蓝蛋，蓝蛋直接爆炸。圣光惩疾造成两点伤害，这他妈两点伤害怎么？附属角色两点生命值。神圣星星，来自虚无。他怎么一直招啊？超靠北！天哪！战吼嘲讽，给他招到死！啊干！我奇象鬼爆了！哦，好啊！妈的，对面的牌有够扯哎！来自虚无。手牌跟鬼一样，而且我现在没大牌到后期了。你给我冲上！我烈女。啊啊啊！而且我现在好像没有抽牌卡了。
你打败我了，你打败我了。哎呀，跟我一样哎，超难打的。对。怎么这么萌萌？细找找。真的，对上不劫者还更不劫者，你以为这里很安全吗？这是你自找的。夜有尽相，爱常有尽相，就开心。我不能这么做。可以的，可以。跳舞吧，笨蛋！笨蛋！爆发！他们。我的嘲讽一开始就死关关了。加血，超难搞。我来自虚。真麻烦呢，这个牌都不能先补。剑，有了汤。他 single。啊死！哇，又召唤一只魅魔。得改。烈焰风暴。下牌，我们渴望你们拿走我的大锤！哦，干！这么猛啊！手上尽是一堆鬼神。运气这么好，不要叫到我。虚无梦幻者也太猛了吧！鬼神班德存在，有一天会跟你一样。我会有事关心你的死亡。又来，我光解牌都解不完。我会摧毁你的心灵。解牌都解到我会享受关心你的死亡。我会享受观赏你的死亡。哭了！你不能拿着我的蜡烛！直接先烧了！解牌都解到我的手快烂了！你给我冲上！跌到哇，还来一个末日守卫！天哪！妈的，法力龙满，变形术！哦，先砸这个看看有多少。砸的真烂！干炼狱来接，快点！
这样怎么解啊？这个是先解哪一只的吗？比较好。我准备好了，我还没准备打。我准备好了，我还没准备好了。我他也没手牌嘞，妈，两个现在是在拼拼那个一波的，就是要砸死。那你来比啊！操！妈了，我还有镜像，点死你！呵呵呵呵，理解。呵呵呵呵呵，他丢，他干嘛不先把小鬼丢出来、啊？低能低能的，干砸死你！全部射在你脸上，再射一发，啊死！干死亡战旗，起来！啊！来来来来一个，哎呀！哈哈哈哈！我也去杀这只。操！打这只，打这只！哎、欸，打错，好了，赢了。现在敢打他脸就可以了，赢的。我跟你走的。超没劲。哇，有不稳定的食尸鬼嘞。我要放不洁的食尸鬼进来，超级白的。最后是打谁？光是在憎恨者身边，就会让肉身腐烂。所以我推荐近战职业。哎，好，那我就用近战职业，对敌方英雄造成3点伤害，超靠北的。王玉光环。瘟疫区要怎么打？3点伤害很痛哎、欸！王圣骑士好，智慧珠，就这样弄卡片太多。来两张真银勇士剑，圣光术，奉献，愤怒之锤，王者祝福。干，我发现我一半以上都是 buff 卡，妈到时候卡手牌我就哭了，直接妈哭到趴在地上，全部都是他妈这种狗屁鬼牌。我觉得这个。因为出事我就笑嘻嘻了。哎、欸，你怎么手上都是 buff 牌啊？啊，你的怪呢？我没有怪，抱歉。手上都是垃圾。见习工程师是怎样？为什么最近他变弱、啊？他好像原本是112还是多少？好像换了，以前那么强。不管啦，干！我要玩，我要玩这种圣骑士啦！我就是要玩这种圣骑士，我不管，我不管！我放原生恐狼，我要放精灵龙，哇！我还要放一个那个，我要放一个放一只牛，牛呢？牛呢？干牛呢？出来，出来！嘿，啊，有了有了有了！干不管啦，我要这样玩啦！气死我了！打死你！不管，我要玩这个，不管。无色，对上憎恨者。我看到你了。我会以荣耀作战。你夸啥小？
哎，好，这就是妈放那个 buff 牌的后果，抽不到牌。老牌，先放个懒蛋，不要烧我！还有你血怎么妈75滴啊？傻小啊，为什么又血有75滴啊？下面你也会有75滴。欸，为什么要写75滴、啊？我是玩到英雄模式，没理由啊！我普通模式都还没过。耶，顶你一滴！那克萨马斯是我们的，是我们的，我们的。来火爆！是我们的。包子，把我把敌方全部都在你家送一个包子，大小赋予全部敌方手下加发空间。哦哦，有这种东西。帕雷，卡贝丢钱，卡贝丢钱。啊！够烂惨啦！够烂惨啦！还有这种东西也真炫欸，哇哦 Let's read this song。 前来报道， Let's read this song。 冠先顶，暴君爆发！我懒蛋攻击力有9，你的生命正走向终结。哦，以眼还眼。哎，刚好妈日入保卫者在这时候来了，运气不错。前来报道。准备好没？他被打死，好，好恐怖！我刚刚应该先把他打死再架盾，操！活着，活着！那克萨马斯是我们的，是我们的麻风地精啊！交给我了！看我真英勇事件！为了正义，真英勇事件！操！失误！前来报！耶，攻击力超大的！死亡之花，操！威武舞动的剑，一把舞动的剑。前来报道，准备好没？进攻！把攻击力妈先超爆干提升再说，然后再妈下个王者祝福，是不是？为了替他满脸，我操！完工了。为了巫妖王，为了巫妖王，奉献！妈的，先来一个奉献！我操！啊，应该先招之，笨，算了，各位，交给我了。进攻！进攻！杀我的手下！停手！给我停手！啊！耶，我们有淤泥喷射者了。
憎恨者以及所战吼，下回合敌方的法术额外消耗五点法力。解除职业挑战，再玩职业挑战看看。是猎人打憎恨者，法师打不解者梅根和海根。先来玩玩看猎人。雷克萨，对上憎恨者。憎恨者，我看到你了。哇，我有好多之王者啊！狩猎开始了。哇，之王者王，干哇，超级之王者哎！耶，之王王，哇！不愧是织网王欸，织网王边杆金咯。那个萨瓦斯是我们的，是我们的。哇哇，织网王，织网王，哈哈哈哈哈哈，还不错啊。干，好像有点妈情势好像有点怪怪。织网汪，织网汪，织网汪。好，好像稍微正常了一点。干，织网汪。完工了。原来我要想办法靠织网汪，然后叫出一堆星星给你对手两根香蕉。啊死。攻击力在两点以下的敌方手下，我操！嘿嘿嘿嘿嘿，那织网汪，完工了！哇，我有好多网汪，船长的乌鸦，还有阵哦，这是什么？这是谁啊？鬼灵骑士，穆克拉。给你香蕉，哎、欸，有这个，我要召唤这只，还是太贵，拿一些便宜的丢出去好了。有鬼怪乳行者，小公鹰，哦，帝王眼镜蛇，好，看、啊，不稳定的食尸鬼来了，你的生命正走向终结。正行，给你两根香蕉，馆长的乌鸦，然后顶，啊是，好了，我的穆克拉妈突然跟鬼一样啊。丸子花，干又给我死丸子花，香蕉，香蕉，三小了。干以前香蕉我记得不是妈没什么用吗？现在香蕉怎么那么强啊？那是香蕉王，操，先顶你！我操！干他一直在帮我耶，我尴尬两滴贴，我尴尬两滴贴。所以我是对手的武器。I don't care, that's okay。妈的，真是无聊哎。吃香蕉。哎，织王者。给我两张织王者，来玩法师对海根。真的对上不解者海根。
五阶的。你以为在这里很安全吗？这是你以太秘法师，就在你的回合结束时，你控制着秘密获得加二加二，寒冰护体，疯狂科学生，从你的排队取出张秘密，放到战场。哇，秘密战法哎，没什么用。除非我的排狗寒冰屏障抵消你英雄受到致命伤，并在海河那边免疫。哇，这么猛啊！疯狂科学家，这是不是要用以太秘法师来打？可是完工了，都很重哎。一张牌有四啊，二啊，三。我谁来办呐？我谁来办呐？镜像体，其实有点。建议我甩虚吗？建议我甩虚。我会摧毁你的心灵。哦，保命者哎、欸，哦，保命者就比较有用。跳舞吧，笨蛋！啊，跳舞啦！啊！哎呦，懒蛋哎、欸。你看这个时候他都3114了，我要先撑到后期呢。那使用下一个秘密消耗为零点。干试的时候再这样子哦、喔。招懒蛋。我会让他们知道，让他们都知道，让他们都知道。哇操！他一直在抽我的牌，风行者。我会享受观赏你的死亡。好啦，你看这个时候手牌就超卡，他都是给一堆那个大牌，风行者就丢太早，表演的字，让你控制的秘密，我不会说出去的，我不会说出去的，什么别的秘密，像。这一场比较麻烦。我会享受观赏你的死期，细化。哇！真麻烦。差好用的呗。我们有许多秘密，有许多秘密。秀拿小高离开，台北上压二。妈的，我觉得那张末日灾厄超强哎。两点伤害招一只恶魔，虽然他要五点影响。谁来搬呐？哦，抓到一只还不错。我抓到一只妙蛙种子。嗯，这样是什么？寒冰，赶快还没有要打我。哦，干！我差点打下去自己的小鬼，超靠边。太密码就在上一张，上一张 ，OK， 撑过去了，我撑过去啊，我撑到后期啊，我来自虚，撑到后期就轻松啦，我来自虚无，哇，是，把死者带出来吧。干母亲将苏耀安呢？我蓝蛋到现在没有理他。哎，把那个给我！啊！我没时间玩游戏。没时间玩游戏。哇，变成9677了，越来越猛。对面这个也变得妈越来越猛，两张懒泥怪跑，哎呦，哎呦 ，Let's really， 哇，他还帮我把懒蛋打开，人真好哎。这个懒蛋召唤师赢了。
耶！英雄难度有点麻烦，先不打。但是我昨天看 LZ 玩得快吐，来玩军事区。请无视拉祖维斯旁边的精神控制石。精神控制石失衡打击，英雄能造成三点伤害，我、哦、还蛮强的。这叫讲师拉祖维斯。我要先去尿尿，等一下。OK， 先随便打打看，没打过。第一次打总是要冒着一些生命危险。果丹对上僵尸，哇，干真猛哎、欸！他没有那个、哦。你该在家里待着。吓我一跳！你的灵魂属于我。灵魂之火。这是三小见习骑士，怎么放两只见习？哎、欸，他跳给我这个控启动水晶来控制见习骑士，三小屁用！你给我冲啊！哇，四十滴血！真麻烦。妖烈昏骨，哎呀 ，That's really hurt。深恐狼，先不要下原生恐。来这里单挑，驱虫。麦田一下，你妈把他撞死。巨大的符文刀对英雄造成双倍伤害，靠腰啊！这么猛，剑无虚发。但我觉得我会被劈死。承受我的怒火！我的学生，把学生还给我。好像没什么后遗症嘛。我不畏惧死亡。哎，原来这没有后遗症，我以为这他妈控制过来之后，啊，他会攻击我还是干嘛？妈，原来他会帮我挡，挺好的。哪吒，承受我的怒火。我来试一剑。我来试一剑。
好，这样子我知道该怎么玩了。我会，我会。圣光会忽悠我。啊，干多，这么猛！直接我的牌面就剩下一只垃圾。哇，麦田魔像超猛的。啊，这战火没出啊！缠绕。干，早知道一开始就先控了。我一直以为那有后遗症，控怪之后他会妈 K 笑之类的。喂，打死！干，我要被挥舞的刀刃弄死！来一张，哎、欸，黑铁矮人，好好好好好，赞赞，铁矮人最棒。小，一点。我饿了。是不是？错。哦。岗外给西杀了。怎么？哀嚎的灵魂沉默，其他手下失衡打击。觉得害怕。这马叫不起。不能这么做！要死了！我们必须净化太阳极。真美好美！落，完工了！哎，看他那四人打几个指令我！我不会去耍。来一个死影缠绕，死影缠，干你老师！交给我了，向前推进，你需要祝福吗？啊！我投降。这一次赢了，啊！好，我懂了，我会了，再来一次。练习邪恶笑声。古尔丹对上讲师拉祖维斯。拉祖，你来在家里待着，你的灵魂属于我。你他妈什么神奇手？马上就来精神控制。不，我的学生，把学生还给我！把学生还给我！来这里单挑！哎，青虫！哎，不会战斗！不会战斗！你给我冲上！你！玩得不错。我正好刚刚完成热身。傻小，啊是在攻傻小。承受我的怒火。只是说他有失衡打击，会不会直接把我阿玛尼打死？不要，不要打我阿玛尼！巨大的符文刃，砍自己学生，砍死他！哎呀，砍！
我正好刚刚完成热身。不服吗？消消我的怒火！换机了。哎，看得不错，玩得不错。我正好刚刚完成热身，顺劈斩。啊是，真准哎，没有打到瓦曼，可惜。我们必须净化太阳脊。换酒了，更多训练。压倒性，失衡打击。哎呀，他把自己两个学生都劈死。跟我对话。冷痛苦。换酒。我操，跟我对话。向前推进。更多训练。向前推进。完工了。啊！我的阿玛尼。果不其然，朝我的阿玛尼打下去。加入我。加入我。准备好没？摆一个战壕，准备好没？我们必须进化太阳脊。哇！丢你满脸！啊死！来个十战壕。向前推进，更多训练。快结束啦！这场看他有没有办法挤掉。哦，干，果然妈来斗，干！剩一个破碎机教室，干失衡打击，干！准备好没？像你这种贱人，复仇之怒，阿斯巴巴巴！哇，射满脸哎！再来个失衡打，啊好啊，干！在这个时候，妈突然一堆解手牌的声卡，一的士官都出来。为的奈优，猛攻箭手，我来射一箭。剑无虚发。别打啦！哇，看我被打满脸啦！别再打啦，我不行啦！操你个鸡！一瞬之间，他就完全逆转。我不行啦，别再打啦！来个懒蛋！嘿嘿嘿嘿，好爷啦！干干！我直接被他劈死了，阿斯！结束。鬼鬼神！好猛啊！哈哈哈古尔丹对上讲师拉祖维斯。拉祖维斯，你该在家里待着。你的灵魂属于我。韦神，突然就扛出他的好大一把剑。不，我的学生。把学生还给我。那这是精神控制室哦，去。有人叫医生吗？你给我冲上！来这里单挑，去冲！这可以转。
深孔。哎，哇塞，干什么？不会战斗？会战斗？不会战斗？我想留着来射人家脸。看，又来了巨大的符文刃。阿斯，那学生直接被劈死了。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可以。剑无虚发。在原生恐龙身上架设感觉超好笑的。啊！我的原生恐龙。阿玛尼。交俾我啦。夜思缠绕。斗殴，哇！你这个时候就丢斗殴，这个时候丢斗殴，感觉就还好，三只而已。也是阿玛尼获胜，谢谢阿玛尼。你救我从哪救了？严厉的士官。我们必须净化太阳球。承受我的怒火！喊救了！嘿嘿嘿，好了。没死吗？把我给击杀了！把我给杀了！压倒性的力量，妈的，马上就先来个压倒性的力量，真是。好，先把他劈死。先把他干，不知道劈死。喂，想想，想想，向前推进。活着。准备好没？换酒了，换酒了。让痛苦跟我对话。有人叫医生吗？交给我了。向前推进！圣光会护佑我。哦，掉宝石了！啊！护佑我！来这里单挑，去冲！我会英勇战斗。我想想，哇，这样就五点伤害打不赢他哎。我们必须净化太阳级。啊！
你需要祝福吗？平平安。我操！就这么刚好，复仇之怒。啊是。唉。鬼神，干！我要玩法师。真的，对上蒋氏拉祖维斯。嗯，你该在家里待着。这是你自找。在家里待着。天哪！干，三小，炎魔又来闹。Hello， 你好久没有开炉石哦，我又出现了。你好啊。不，我的学生，把学生还给我。谢谢你。哈，我正好刚刚完成热身。我有一天会跟你一样。有一天会跟你一样。来射一射，快打这只，再打，操！我的法术跟异能一样。变形术，抽风，爆术。我吗？我吗？私人打击超猛哎、欸，任意指定2.3伤害。一发式。塔斯丁哥，也先来个塔斯丁哥。巨大的符文刃，真猛哎、欸！一刀五。称之为超爆干顶满脸。渴望复仇，报复！你弄会听我的，弄会听我的。哦哦哦！哦，麦田魔像，冻结。更多，更多灵魂，更多啊！复仇之怒吗？这个时候就来，啊死啊死啊死！哇干，射满脸哎，全部射在我脸上，我不行了，痛！你快点拿走我的蜡烛！你不能拿走我的蜡烛！我操！不要！该死王主！不要！不要砍我的脸！哎，打错！我的！不要！不要再砍我的脸，干！动的剑，赶快给西杀来！妈，一点就可以做中了。耶呢？动的剑，我不行啊，我会痛痛。我准备好了。让痛苦跟我对话。每次到后期又会突然跟鬼神一样，好难打。
救我！免税！打！打哪只都好。啊，打得不错。嘎！炎魔活啊！看炎魔的垃圾，你打不赢一个断剑师。我不玩啦！这场。跟一样，那再来。真的，对上蒋氏拉祖维斯。拉祖维斯，你该在家里待着，这是你自找的。你像你这样的垃圾，烂炎魔。我不能这么做。不，我的学生，把学生还给我。他点球不厉害。我有一天会跟你一样。耶耶！干，马上妈把我的术士一巴掌打死。还有镜像哎，再来抽个牌。完工了，巨魔法师。我不畏惧死亡，我不畏惧死亡。我准备好了，我还没准备好。来这里单挑，去走。我没准备好。操，又是巨大的符文阵，阿斯。攻击加三类，好爽哦！那就会加四。哦，来，不能拿着我的蜡烛，直接一个魔棒。哦，哇，大哥，你又出现了，你长得好帅哦！免税，免税，打这只，打这只，哎。干，你再打，用力一点，打死炎魔！砍到他妈都不认识。妙术！我的！碾碎！碾碎！敲碎！再来一个邪法师！我渴望复仇！哇！阿斯直接用他的刀去砍，怕了哦，知道怕哦。为了巫妖王，巫妖王，干下你这种垃圾，妈终于赢了！哇，我的火球术超猛哎、欸，尝尝我火球的厉害。战死，光荣的战死。现在还有谁能帮我训练死亡骑士？没空自己训练，我超忙的。用的剑，哎、欸，我没有舞动的剑。三四四，对手抽一张牌，这还蛮强。耶！呀，这样吧，如果你现在放弃，我会告诉高希，不要把你打得魂飞魄散。魂飞魄散！哇，这么猛啊！两点抽一张牌，就跟术士一样，可是他好像没有副作用。抽牌王者，
好用圣骑士跟你打。五色对上收割者高希，高希，我的手下不会真的死去，我会以荣耀作战。会真的死去。日怒宝干诸王守护者，这样就来了。人不拼不稳定的食尸鬼，惨。要杀死我的手下，他们的灵魂会来找你。他们的灵会来找，会来找你。哎哎，张卡子，对拳部首要造成一点点残缺。干腐蚀术，贱人。呀！啊！前来报道，前来报道。啊！负伤，他给我一只怪，在你回合开始对英雄造成一点伤害。三小几百人，像你这种贱货，那怎么办？耗子几百人，前来报道，准备好没？我要被他召唤出来的鬼灵兽群射满脸，看我要被自己射满脸啦！操，怎么不去死啊？贱人！前来报道。收割者，笨蛋！我可是灵魂的收割者。哎呀，我刚刚掉地梯。收割者，笨蛋！奉献，奉献，这时候下人太早。先，我先下个真银勇士剑。为了正义。向前行进！无情的骑兵，对你这个召唤一个鬼灵骑兵，来，玩得不错。你们这些蠢货已经主动步入了陷阱。啊，呛我蠢货哎、欸！啊，先来个蛛王，等一下好了，等一下再当蛛王守护者。妈的，先来个以眼还眼，再来一个忏悔，然后。为了正义，我砍死他！前来报道，前来报道，向前行进！啊、好烦哦！耶，忏悔，就变一滴啦！干死隐藏了！干！来那么多死隐藏了！我一眼还眼。哎呦，是我的真理，是我的盾牌。真理是我的盾牌，我的盾牌。前来报道，向前。哪来那么多无情的骑兵啊？超要上阵了，上阵了！打死，打死，直接就死了。干六滴血的鬼灵骑兵哎、欸，超靠北的。没关系，我又有一把真银勇士剑。这一时间打你满脸！干超靠北的、欸，这一下小进攻，为了正义，你准备好了吗？我将回归。大法师，哇，六四七，阿四开场都要先被射三下。
王守护者。哦，要加三个。无情的战士，哇，超烦的，需要王者祝福。为了正义，进攻！到了，前来报道。看个手机。哎，别干！发生什么事啊？秘密。我觉得我要被顶死了、欸。力量柱1146，一次多少？6 6 10 11，干不够哎、欸，差这么一点点，就差这么一点点，哎，差一滴，一滴，一滴，哎。难过。进攻！前来报道。进攻！我难过。我难过的是，忘了你，忘了爱，尽全力忘记我们。靠你啦，战士！我的战士好像没三排，不管啦、啊，我要用战士劈死他，我就是要用战士劈死他，不要配我的战士牌。干，这战士牌是太小，看都看不懂，怎么可以这样？斩杀，旋风斩，旋风斩好像连解怪都可以看。好，试验战斧，战斗狂怒，好。暴怒，好，命令之吼，心灵之怒，好，超多 buff， 顺劈斩，英勇打击，猛击，残酷的尖攻，阿拉西武器锻造师。奥金收割斧，好了，哇，好多、哦！啊，冲啊，冲啊！气死我啦！喷洒臭味，清除垃圾。闭嘴，高希！我劈死你！收割者高希，我的手下不会真的死去，会胜利或死亡，胜利或死亡。操！没有，没有，没有怪物牌。哎，有严厉的士官！哎，我超级盾牌，我不怕。杀死我的手下！一二二，他们的灵魂会来找你。但我觉得这种角色，电脑都会有一些鬼神牌，这种角色太扯吧！一二二还会召唤一只幽灵呢、欸。靠边！继续架盾，盾牌王。我将回。三三四，这个也很扯。精英，为了大族长，为了地狱好，为了地狱好，复生，将回归，为了地狱好，要上阵了，准备好没？我赶快加速，靠边。
别打啦，干你别再打啦！对一个人要造成一点加二攻击，对一个人要造成一点伤害，并赋予他加二攻击力。中午发功，中午发功，靠你了！中午发功，劈杀！赤焰战斧，赤焰战斧，上！哈哈哈哈哈！为了巫妖王，为了巫妖王！哈哈哈哈哈！白墨狂战士，好，白墨狂战士，赞！我想想，二副一攻加四，四，无法被英雄指定。无法被法术或英雄能力指定，没办法放，这样应该没办法放斩杀吧？我操！英雄打击，我操！然后呢？我的刀满弹，我求鲜血，我满弹。怎么会？不，哎，忘了放我的炎力士管，算没差。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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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操 ！No！ 我的狂战士，狂战士射了。阿斯，阿斯，战斗！来这里单挑，驱虫。怎么会？哎，哦，没事。为了巫妖王，为了巫妖王，干死影缠绕！我要死啦！不行啦！我抽牌，我抽一张，我好，赞赞赞！上阵了！他现在才在笑。我可是灵魂的收割者，我可是灵魂的收割者。来这里单挑，驱虫。哦，先抽牌，顺劈斩。好，先劈。我的。我上阵了，无法冲空啊！我冲冲，向前行进，向前行进。看，就是死影缠绕，他死影缠绕妈专门克我的死关嘞，好倒霉。先补血，有人叫医生吗？放我的斧头！向前行进！向前向前行进！别打啦！别打啦！我快射啦！我不想玩啦！完工了，你准备好了吗？啊，不行啊，后期啊，撑不住了。场上都是一堆妈鬼灵奇兵，看我的妈封地精！别打啦，我撑不住啦，我要射啦！哎。破绝！破绝来！杀杀杀杀！安静！
哎，一只加盾，完了啦！我觉得这一场大势已去，大势已去，双方都没手牌了，而且我好像忘记放斗殴，操！我掉殴嘞，我掉殴底堆底加，暴怒护一个手下，受伤的手下加三加三，哎，就是你啦，加三加三，哇，劈死他！输了，大势已去，有斗殴就赢了。哎，去放一张斗殴好了，不知道我们斗殴哎。这四刚刚没来，干狂战士烂，丢掉一只，我的斗殴底堆。哎，我没有斗殴，造成四点生命。如果你生命在这里，就能六点生命。哦，靠致死打击啊！我才发现我没有斗殴。干，不管，我一定要用我的战士劈死他！我要劈死他！我胜利或死亡。卡尔洛斯，对上收割者高希。我的手下。不会真的死去，胜利或死亡，胜利或死亡。哇，没有搞完。我操，他腐蚀术放在这只身上，你也太屌了吧！干嘛不干脆抽个牌算了？腐蚀术放这边，那么杀气。来这里单挑，驱虫。杀死我的手下，他们的灵魂会来找你，会来找你。我觉得这场起手好像有点差呢，再来努力。靠你了，狂战士！我的刀刃可成鲜血，我的刀刃。有人叫医生吗？杀杀杀！都还活着哦，感觉对面死了。抢你妈干！残酷的监工，重发功，重发功。收牌，斩杀，再收牌，对一个手下造成一点伤害，他攻击力加二。这个时候呢，那不是，那不是，那不，那不是有效的目标。哦，别说了，说了。好，没用，撞残。有人。
叫医生吗？哦，这攻击力尖儿，攻击力尖儿。有人叫医生吗？如果他可以打自己人，我刚才妈先扣他两滴，他就不会活在墙上。鬼灵战士，哎，战士，看一下啊，这次反正也是要死了。向前前行行进进，难呢，难打哦，难打哦，重发功，发功，哇，伤害不够。下去了，充满弹，打不下去啦！为了巫妖王，我将回归。加伤害的牌都已经不出来了，失败。命令之吼，我说来命令之吼。什么？超哥！哦，玩不下去啦！被射满脸啦！要上阵了。因为这个太扯了。旋风斩，这个时候来旋风斩可以干嘛？旋风斩早点来。哇哈哈哈！哇啊！要上阵了啊！致死打击，点都不能点。哇！我不玩啦。再打一次，怎么这么难打？哇！鼠人则死亡。卡尔洛斯，对上收割者高希，吃自己。我的手下不会真的死去，胜利或死亡，胜利或死亡。真惨呢，开场没有牌可以丢。诶，赤焰战斧，
准备好没？准备好没？战斗狂！杀死我的属下，他们的灵魂会来找你。杀死我的属下，他们的干，完全不知道现在自己可以干嘛，好忧愁。我将回归，应该放严厉的时段。先让我完工了。如果狂战士早一点的话，其实这一场我可是灵魂的收割者，可是没有人让我加。哎呦，但是妈这个时候才出来，太晚了。我的刀刃可求鲜血，可求鲜血。众发功。有人叫医生吗？操！我被他解死死啦！两张妈魔法牌，就扣掉我场上两。旋风斩。暴怒旋风斩，还是旋风暴怒？来这里单挑，驱虫！来这里单挑，加他一堆伤害，完蛋！顶他的主！杀杀杀！嘿嘿，死者复生，回归。残酷的监工，哇！啊，杜阿赫今嘛无物件当残酷的监工，啊，就你啦！重发功，重发功，无法控制。哇，干超惨嘞，顶谁他妈都出事，气死我了！Oh my god！顶谁都出事。向前行进。啊！来个乌贼。有人叫医生吗？向前行进。我将回归。放那种恶意的，应该放一些二三二四，放着恶意啊！要死啦！别再打啦！无法控制！啊，好了，极限了，撤！去换牌。换牌。劣势关拿掉。巫医拿掉。命令之吼。
英勇打击。哦，找一些吗？能力血吗？至少多一点的牌。哎，对耶，我有懒蛋哎，加两颗懒蛋，他妈再加两颗那个，加一个，加两颗，啊，这样就可以了，再来试试，多四个机场，我不放弃，卡尔洛斯，对上。收割者，对，我一次把它买，我买590的。我的手下，590王不会真的死。耶，这个开场战战，胜利或死亡，胜利或死亡，死亡。因为那个礼拜一的时候，那个谁啊，有一个，哎呀，我刚刚有观众啊，要杀死我的手下，寄了个生日礼金来给我，灵魂会来找你。然后我就拿来吧。他给了我礼金，我想说，既然是观众给的，就用来实况吧。妈呀，这个去！中午发功。没有足够的法力。呀！破完破绝来！破完破绝。要上阵了，将回归，展开一段全新的旅程，干超迷宫，来，将总发功，总发功，准备好没？怎么会？不，怎么会？我将回归。哇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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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这，我想想看，这要怎么解比较好？这只是一定死的，这一只不会死，不要拿去打也不会死。一点伤害，两点，两只这样去撞。好，重发功，撞墙，控制，欧曼达。交俾我啦！大爷妈，放个冲锋！为了大酋长，耶，要赢了！杀杀杀！我的地狱猴！终于收割了！你看我拿到什么？没看到。高希没有变成亡灵版的高希，搞什么？变成亡灵版的高希。耶，又赢了！四骑士是我手下最强的死亡骑士，我十分期待他们的表现。哎，三小。瑞文戴尔男爵，你手下触发死亡之声两次，但还蛮猛的。邪恶暗影，哇，五点抽两张牌，好像没有很强，中等，中等强。干，让我们的战士对骑士冲啊，冲啊！卡尔洛斯对上四骑士。四骑士，我们会把你连骨头一起碾成灰的，生成灰的死亡。
欸，原来他们是真的四骑士欸，好酷哦！你的英雄免疫，你的英雄免疫，你的英雄免疫，要先把他们干掉才能够打。趁你们还活着，马上离开这里，马上离开这里。扎利克，等我们玩够了再说。别说废话了，让他们来吧。来呀，放马过来呀！玩的不错，你找死吗？谢谢。你找死吗？糟糕呗！圣骑士秘密。哎，可是他血就7滴，我才注意到，他们是7777耶。马上先来个蓝蛋。完工了。啊啊！别再顶了，我有点受不了。总发功。我哇，还有寒冰剑哦，这么酷、啊！哎，我发现他好像没有那个哎，他好像没怪物牌，我看他手是左牌，没有他手牌秘密呀、啊，斩杀！又要血流成河，报复！直接触发两个秘密，然后又复活了哈、啊！我复活啦！砍！又要血流成，完工了。无文刃，若其他招式则加3攻击。哇，这么猛！又要血流成河啊！血流成河。一流，一流程，进了食尸鬼。待宰的羊们，不允的全部手下，加一加一，骑士的一击。待宰的，哇，这自己变7嘞，干！扎里克爵士，扎里克爵士，您别闹了，扎里克爵士，那就我一堆赤焰战士。我要自己劈自己啊！劈你！我觉得我要被劈死了啊！死！天谴军团会消灭你们！天谴军团会消灭你们！不要被消灭了！不要被消灭！试试这招！试试这一招，总发功，总发功！干，我觉得我要死，别，别，啊死，死了！哎，好像打得赢呢，我这么认为。再来一次，那也不是打不赢。我们会把你的他这做的还蛮好的，连成灰的，胜利或死亡，成灰的，胜利或死亡。入侵者，趁你们还活着，马上离开这里。嘿，扎利克，等我们玩够了再说。别说废话了，让他们来吧。让他们来呀、啊！放马过来呀、啊！阿斯，阿斯，阿斯！我的刀刃
可求先行。看陈乔，忏悔。忏悔。我忏悔。文人，我忏悔。来一个战斧，自首。我忏悔。再加入。我他妈一打四！啊干，糟糕，好像不能一打四了，我要射了。别！别！别！剩下十一耶，命中注定。哎呦，我发现我没有烫。啊得，我还烫着嘞，我烫着底堆底堆，我烫着底尖。天谴军团会消灭你们！阿斯，阿斯，阿斯！坦克卡称，抽个牌看看。激怒！总发功！发功！帮你加伤害！总发功！帮你加伤害！我砍死你！厉害！看，换职业，我要用牧师。不应对上四骑士，四骑士，我们会把你连骨头一起碾成灰的。圣光会带来胜利。哇，妖女好像没办法用哎，丢出去马上他们三个轮流砍一下就死了。啊，要丢懒蛋，要先把妖女留着。神圣惊喜还来，入侵者。趁你们还活着，丢一张妖女出去，试试水温。嘿，扎利克，看他们会不会三个人轮流砍他一下？哎，不会呢，对面直接把灵魂火箭丢，超靠北。让他们来吧，比我想象的还来劲。来呀，放马过来呀！来呀，放马过来呀！啊？哎，看我的蓝弹流。思想窃取，妈的，先窃取再说。完工了，哇，赞赞，拿到两张还不错的牌，也吸取生命一个暗影器。我要被他们轮流砍死啦！哎，来个巫医，哎，有人叫医生吗？你需要祝福吗？边个手头上啊？我懒蛋血越来越多了。沉默全部敌方手下抽一张牌，操！好啊，好啊，马德，我懒蛋变成一个普通的懒蛋了。我难过。即刻搞定！即刻搞定！待宰的羊们，待宰的羊们，骑士印记超猛哎、欸！
加一加一。不一样。暗岩术痛。要血流成河。哦，原来暗岩术痛对他有效果，真猛。然后他他妈变五十了。天谴军团，我消灭你们！我快死了。天使，你的剑。注定，命中注定。我真会被他这个五人劈到死，好痛！哎，他为什么一直抽牌啊？他手牌卡成这样都不放，他妈一直抽牌。哎，运气真好！哎呀，厉害，算你厉害。完工了！哎，忏悔！哇，石像鬼妈突然变垃圾，变异了。再补个石像，我的蓝蛋好无屁哦！好希望我蓝蛋做点事哦。沉默三小了。Hello，Hello。我不能这么做，玩得不错。你找死吗？哎呀，他的痛就这样没了。而且他为什么都不出牌了？他怎么了？Hello， 攻击力等同于生命值哎。啊，靠你啊，蓝蛋！我蓝蛋突然变二二了，吸取生命啊！他血最大就七 T， 还吸个屁啊！赋予一个手要加二生命值，所以啊，干！我刚刚心理值我放太早了。哇，我蓝蛋超猛，我蓝蛋变成二四啦。有人叫医生啊，变二六啦，用蓝蛋顶死你，你死定啦。我妈，蓝蛋流啊！死干你死定啦！我的蓝蛋顶死你，你死定啦！哇，他什么牌都不出来，哈哈哈哈哈哈！需要更多时间。哇，这失去太令我失望了。这个年头，要找靠得住的手下还真不容易。乌兰带还真强哎，天哪！蓝弹流打法，耶！得到了男爵儿。哎，新的职业挑战，台湾职业挑战，超好笑！我要去尿尿。噗噗，这个懒蛋，这个四骑士打得赢懒蛋吧？我看是不行吧。来玩萨满对高西，索尔对上收割者高西，收割者。
不会真的死。斯塔拉格。为了末日如果浮沉，这是浮沉还是浮沉？不知道。浮沉在这场赛事中已经死亡，召唤泰迪斯。什么鬼东西？化武器。本回合赋予一个勇患者加三攻击。好怪，那是干嘛的？重生，摧毁一个手下，并然后将他复活，并使其生命值回复到全满。摧毁一个手下，自己的。召唤蜘蛛一，好，先这样，拍一下。笨蛋，我可是灵魂的收割者。我可是灵魂的收割者。加入吧，我死亡后加入。准备好美，准备好美。啊，陈晓，干！中了！让我的懒蛋重生！我再召唤一颗懒蛋。看。干什么？是不是又一次死亡？好，还可以。杀杀杀！杀！又一次死亡。闪电风暴，对全部敌方手下带来两到三点伤害。食物。哎呀，我活着。我们必须进化太阳级。进化太阳，召唤了图腾。什么图腾？不热。杀杀杀！杀杀杀！干死食素，鸡巴！像你这种贱人，只好阿妈再放个懒蛋。不是，再召唤一个。我们必须进化太阳级。那超级懒蛋流，准备好了吗？大法师也来了，像这样的大法师妖术，马上就让你变成一只妖术。向前推进！妈的，石化武器！食物！先叫我看看。哎，啊，烫烫！我操！容易坏了，必须注意！鬼怪乳行者，食物。暗影剑，死影缠绕，哎，料事如神。杀死我的人家！啊，终于这个，我现在才想起来，原来他有这种牌。会来找你。现在才招出来，我才想起，哎，原来是这样。主人要吃的你，主人要吃的你，要吃的你，准备好美，准备好美，向前行进，要吃的你，
要吃了闪电风暴。啊！死者复生。耶！我有凯恩血蹄。耶！我有凯恩血蹄。我变成贝恩血蹄。然后你没烫头，你死定了。上阵了！上阵了！耶！他没烫头，你呢？哎，懒蛋！结束前都要放颗懒蛋在床上。那。刚拿到了什么东西？我都没去看我拿到什么。哦，虚无呼唤者，哎，原来打赢他可以拿到这个，这个是妈超鬼神。来用萨满对四骑士。果丹对上四骑士。我们会把你连骨头一起碾成灰的。你的灵魂属于我。这一个角色造成两点伤害，路人杀死他，随机召唤一个恶魔。说起来，新装懒蛋王。入侵者，趁你们还活着，马上离开这里。嘿，扎利克，等我们玩够了再说。嗯嗯嗯嗯，别说废话了，让他们来吧。来呀，放马过来呀！来呀，放马过来呀！幸运币，暗影剑，阿斯。风牺牲风吹影恶魔时间会无力，反正好像没什么用，我觉得。先放。依旧啊，冲锋！哦，伊利丹怒风哎，那你出牌召唤一个二一埃辛诺斯火焰。二一。那暗影剑怎么这么多？被他的暗影剑射满脸。感知恶魔。完工了，守卫末日守卫堆守卫守卫王圣骑士秘密不要被射满脸啊！哇，有虚无呼唤者，我来自虚无，我忏悔。哇干直接吗按严肃来啊这么屌啊小鬼召唤师我会享受观赏你的死亡会是观察真猛哎、欸！按键出控，冲！恐怖的炼狱火，第二，哦，亚拉克萨斯，让黑暗来临吧。天谴军团会消灭你们！我快被射死啦！召唤者又来了，他
探探他的口福。我来自哦，还好我没有放伊利丹。我觉得对面牌运超好。为什么我领主妈自己跑上去了？大小，为什么领主跑上去？大小，为什么领主自己跑上去？超靠谱！还没准备好，又要血流成河，又要血流成河，那么多秘密。命中注定，这是。哦，我伊利丹直接被轰掉了。好了，死了啦，两个顶我脸就死了。我觉得这场的手牌有点卡，好像也不是不能。再打一次。真诡异。比较好笑的是，我领主被召唤上去，超靠边。我领主如果没有被召唤上去，帮的瘟疫。对上四骑士，是。我们会把你连骨头一起碾成灰的。你的灵魂属于我。你的灵魂属于我。入侵者，趁你们还活着。马上离开这里！马上离开这里！小丽克，等我们玩够了再说。别说废话了，让他们来吧！来呀，放马过来呀！喂！哦，什么事都没发生。恶魔火焰对一个手下造成两点伤害，如果目标是友方，恶魔就赋予他二二。干这个时候都不敢招怪呢，招上去就怕他的奉献。那种鬼牌，想丢手位。我会享受观赏你的死亡。是。鸡巴，鸡巴！没办法，自己上场啊！又要血流成河上场啊！变成了四八。嗯。虚无呼唤者。两张。天谴军团会消灭你们，会消灭你们。若能杀死他，召唤一个恶魔。我来自虚。完工了，虚无呼唤者，爱呼唤。待宰的羊们，待宰的羊们，越来越难打。Hello， 伊利丹出现了哦。命中注定，我伊利丹呐，冲！厉害，算你厉害。哎，直接赢了！伊利丹超猛德，干！我需要更多时间。耶！我超猛！全破了，这英雄难度。哎呀，还有半个小时。
来打打看吧。打瘟疫使者诺斯，使者复生，每当有敌人死亡，召唤一个五五骷髅。干！最左边的手下造成三点伤害，而且是零。干！对敌方英雄造成三点伤害。干干干！好像没什么差别。收割一点水晶，抽一张牌，而且还获得一颗法力水晶。干！造成四点伤害，一点。干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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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不管了，打打看就是了。气死我！英雄难度，不愧是他妈的英雄难度。哈库还哈库，瘟疫使者诺斯，又有灵魂可以收藏了。这是你自找的。所以这个就是妈最好就不要就是死掉吧，看他这种能力。完工了。每当敌人死亡，召唤一个五五骷髅。妈，只要我死一个人，他就有一只五五骷髅，而不是 K 笑。那这种东西就很难捡。丢出去，他马上他妈第二回合就有一只五五骷髅，我不敢，我不敢玩了、啊。我有一天会跟你一样。我怕怕，干我这撞下去，他也有一只五五骷髅了，超靠北了。干那就不能妈再多打一下你击败，早知道丢个这个东西出去再说。干他顶我，他一样有一只五五骷髅，不要顶我，顶这个，哎，顶的不错。然后呢？是再来一只，好，他有一只五五骷髅，别，他怎么有那么多不稳定的食尸鬼？哦，因为他刚有复制吧，养你这种贱人，他马上就要有一只五五骷髅了，我不敢招，我什么都不敢招，我就丢出去，我就射了，先来个他，好，怎么办？干死隐藏绕，看他又他五五骷髅出来了。你来骂我的战士吧！你来，再为主人尽忠一次。啊，他马上就把自己五五骷髅变成五三骷髅了。我这顶下去，他妈五五骷髅又出来了。我要。准备好，我准备好了，我还没准备好，我还没准备好。我要，不行，我一定要把这解掉，不然他五骷髅要出来。我敢用秘密，操！他有两只五骷髅可以直接丢了。啊！看你怎么这么多食尸鬼啊！你很贱。加入或死亡，或死亡后加入。好贱！怎么这么贱贱？操！又一次死亡。好的。是啊，碾碎！我准备好了，我还没准备好。哇，干五五五骷髅！好，我可完蛋了，敲碎！
止呼吸吧！啊啊啊！什么东西？怎么会这个？三小，化身型魔术，为什么他有瘟疫？哎，我不玩啦！我不玩啦！下一回合我就要直接被骷髅强奸到死了。这场怎么有瘟疫这种卡、啊？太扯了！很神奇。万圣骑士，乌萨，对上瘟疫使者罗斯。又有灵魂可以收藏了，我会以荣耀作战，可以收藏啊！我有真银勇士剑。我一开始就有两把真银勇士剑，马上就开21，你要干嘛？我会让他们知道，黄科学家，让他们都知道，让他们都知道。帕雷，特别丢钱啊！三小，我的光荣牺牲会让对面召唤一只。干真的会召唤之物 ？No， 不玩了。不玩了。为什么？前来报告，装死。为什么？啊死！然后我召唤这个之后，又让对面再召唤一只物。骷髅铁匠，干我不玩了，我投降。你赢的胜。太扯了。我的被动技能还会让对面一直召唤一堆骷髅，完了完了，太扯了，吓死！我应该玩那个圣骑士，去配别的牌好不好？我来想想看可以怎么办。我来玩牧师好了，那个新的牧师，先看一下那个刚新的卡片，怎么这么猛、啊？死完领主，二八朝奉，上面写好了。我用那种妈血很多的，哎、欸，就是这种东西，不会死的东西来跟他打，中的剑。算了，不要舞动了，这样就好。那我妈打不死的妖怪来跟他打，气死我。触发死亡之身两次，不行不行，不能触发死亡之身。烫的烫的，最棒啊！狂战士啊，那是最棒。憎恨者啊，憎恨者好。嘟嘟怪怪的啊，嘟嘟超怪，赞赞赞。北银骑士，这是表。哎、欸。好好放眼、啊、最猛沉默我没有用治疗之环、啊、治疗之环再一个心灵之环编个手肘伤编个手肘伤带出去会怎么样哎、欸、圣光城睁眼赎罪思想窃取痛多带，哦，带超多的，就这样打了，不管了，打死你！带多带，随便带。安杜因，对上瘟疫使者诺斯。我是，我比较怀疑的是，我治愈术会不会对他的骷髅造成伤害，像玩阿欧一样。圣光会带来胜利。我会让他们知道，让他们都知道。
是你妈干！快来看啊！喂！思想窃取，干杯！哦哦哦哦，运气真好，直接就给你反了。这就是运气的力量。我不畏惧死亡，我变二十了。痛苦跟我对话，圣光惩疾，哇，超级淤泥喷射者，诶。杀杀杀杀杀！很好，很好。动得剑。我这撞下去我会死哎、欸。这撞下去会扣六滴，很痛哎、欸。下一回合可能被他打死比较好了。圣光惩疾。轰自己的靠北啊！用得剑，用尖尖比较好了。你的对手将排位中的一个手下放进战场。先放动了剑看看。我的战士们，起来！啊，干三小瘟疫什么？为什么？停止呼吸吧！为什么？张三张摆出太强。我刚打死他什么？我刚打死是什么？会呢？干，我以为骷髅头被补会死哎。鸡巴！冰狗手游上啊！为了巫妖王，为了巫妖王，我们渴望复仇。为什么骷髅头被补血？他妈超爽！哇，我是一只不死族的超级骷髅头，我被圣光补到，就跟妈新的一样，毫无感觉。耶耶哦耶！即刻搞定！真理是我的盾牌，不许任何人。哇，三小超级黑骑士，啊这样子嘞、欸，哦，我圣盾术就直接爆了。我会让他们知道，让他们都知道。你打败我。起手还不错的说，再来一次。妈，一张瘟疫死光光，比刀还无耻。安杜因对上瘟疫使者诺斯，一上六妈马上就有瘟疫。灵魂可以收藏了。哦，超多死亡。圣光会带来胜利。有思想窃取。看看能不能把他偷到好玩。完工了，攻了。我们渴望复仇，我们渴望复仇。灵魂之火，我不畏惧死亡。我会让他们知道，让他们都知道。让他们都知道。喂！为了避免我的思想窃取，妈的出事，先他妈丢出去。啊！
摧毁全部非骷髅的手下。这个我抽到一点屁用了妈都没有。有人可以解释一下吗？这样在我手上可以干嘛吗？我妈全部手下没有一个骷髅啊！死亡领主算不算骷髅啊？天哪！还会补到对面。超多秘密，秘密网哎！好，我要怎么打他？天哪！好恐怖哦，不太敢打他哎。看我会不会打下去，我就气化。来，哎，一二三，哎，完工了，顶的不错。试试我的含笑半步钉啦！试试我的恒星混合镖啊！来个烫的！他听够耶！我会让他们知道，让他们倒地！为了巫妖王！为了巫妖王！圣光惩戒，蠢货，来顶脸就对了。哦，看来他那两个秘密没有办法防止我去顶他脸，可是他这时候下了第三个秘密。然后还有召唤一个，我的战士们，起来！痛苦四声，没有看回一期。再为主人尽忠一次。暗炎术死，瘟疫，但好恐怖哦！先让哎，顶你看，哎，一二三，哎，死我！哎，蠢货！哎。哎，无论是秘法反制，我啊，果然被反制了。哦，没关系。赞，复制。哦，没关系，复制也可以，快可以了，快结束了，来个死亡领主。我不畏惧死亡。要赢了，要赢了。干，不稳定的食尸鬼。弄死黑铁矮人，要把食尸鬼弄死。这马叫不起。啊，这样该赢了吧？我不回来的，我会回来的。干！耶！干！寒冰屏障！我操你妹！我有瘟疫，我不回来的。二十五哎，哇，二十五哎！冰狗手镯山啊！别闹了，我要射精了，我真的不行了，别闹了。圣光之子可以干嘛？光之
进化太阳级。哭了，哭了，哭了。安度因，对上唯一使者诺斯。妈的烂游戏，有灵魂可以收藏了，圣光会带来胜利。烂游戏啊，烂游戏，烂游戏。打我啊，干，打我啊，冰狗小哲山啊，我会让他们知道，让他们都知道。打我啊，让痛苦跟我对话。哎，不对，不要打我。快来看啊，不要打我。啊，少分两只一一了，哭了。起来吧，我的战士们，起来，再为主人尽忠一次。去死亡，我不会去死亡。哇，再来一只五，加入或死亡，干，这比之前的那个都还要来得扯。加入，别闹啦，我要射啦，不玩啦。要放什么？靠背，黄金，bingo， 耶！我学了啊！来啊，果然又是妈一只黑骑士！天哪、啊，怎么打的？圣光之子。真理是我的盾牌。这个没得打啦。点破之前我就挂了，我点不点？不玩了啦，干，好难打哦，放什么都要死哎、欸，憎恨者，打一场憎恨者就准备关台。怎么这么难打？好难打。安度因，对上。憎恨者，我看到你了。我看到圣光会带来胜利。哇，血是多少？也是75嘛？看研磨，为什么会有研磨？哇，99哎，真猛哎！放一个着地如新者。啊，刚放了什么？敌方英雄造成三点伤害。喂！喂！
这时候就很想要一个 AOE 光遇光环，那不就妈十回合给他干掉，而且不用十回合，哎，九到八回合就死。那包子还蛮好，还蛮强。你的生命正走向终结。行。花，冰狗手肘伤啊！重伤，要被终结，我被终结，终结，真的终结，我不畏惧死亡，即刻搞定。终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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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快死了，天使。你的剑，干你妈逼的！死了，死了！你打败我了，干！怎么这么难玩？哭了。好了，已经一点多了，我要收台，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再见。